现在让我们来欣赏本次陈发的前导片。大家好，我是杨凯丽，今天是开学第一天，但是我怎么第一天开学就快要迟到了？可恶，那个人竟然抢走最后一个三明治，我肚子超饿的啦！不三明治，三明治就是三明治了。我的三明治。说到小论文，你们会好奇商家的行销策